哎，又是四坏球保送，哇，连三局哦，首名打者徐若曦都投了四坏球保送。嗯，这球打得很好，这是一支安打，速球在内角被打成了中右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，哲轩安打上垒，他今天两次都上垒。这球打得也不错，刚刚好的安打来的正是时候，双方正式的打成了2-2平手。飞棒落空的三振出局，富邦结束了在第九局的攻势哦。那九局打完，双方平手，进入到了延长赛突破组。这一球有了，拜拜，再见安打！林哲轩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三支安打，第二分的打点，用这个安打向来访的魏全说 ：“See you tomorrow。”看到精彩的布阵，再看到精彩的再见一集啊，真的。好，这场比赛呢，对于富邦来讲，对于魏全来说呢，都是一场非常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比赛。两队的调度，两队的调兵遣将，到了第11局哦，才分出了胜负。叶总呢，今天是两度呢去辩证防守，但是呢，这一次的辩证防守呢，是哲轩以再见安打送走了魏全。那当然，这场比赛呢，先发投手投得很出色，但是呢，由后援投手来决定比赛的胜负。那关键一集呢是林哲。